各位欢迎大家收睇今个星期的天主教报纸摘要，看看今个星期的报道。公教部今个星期第一则的报道就说，应即受造界时期承担责任，爱我大地。虽然科学界亦都说气候变化的问题亦都不能够逆转，但仍然我们有拥有信仰，相信历史在天主的手中入面，就要有信心去参与救赎工作，履行伦理责任，改变生活习惯，在团结和互相依存合作、依存中合作，创造一个奇迹。因为那个人使人惊奇的天主，总会带我们带来惊喜。后任枢机周主教呼吁教友响应教宗方济各在《愿你受赞颂通》入面的呼吁，关爱受造界。教区全人发展委员会联同明爱九龙社区中心，在8月20日在明爱九龙的公众会堂举行纪录片《The Letter》写给我们的家书一个放映会，帮助一套叫做《家书》的放映会，帮助教友在受造界时期，由9月1日到10月4日的方济阿西西瞻礼入面，反省生态危机，从而作出生态归依。席间，周主教亦都带领100个修道人同教友，重念由生态主保圣方济阿西西撰写的《造物赞》。纪录片放映的时候，每个都在生态灾难中失去家园，以致生命的故事，更让周主教同观众感到落泪噶，并且感受到信仰带来希望。纪录片家书在2022年推出，内容是由教宗方济各的《愿你受赞颂通》出发的，讲述到他写给5位气候变化喜悦影响的兄弟姊妹，邀请他们来到梵蒂冈相聚。周主教亦都在分享环节入面有讲，成年人必须要深思自己怎样陪伴年轻人，让地球慢慢复原。当我们缔结友谊的时候，分享同一个命运，纵然面对厄运，亦都是要共负责任。他认为世人不应该依靠或者是依靠政治的领袖。应该以自己为人类共同命运负责任，实践公义。他寄予全委会继续带动教友关怀受造界。教区全人发展委员会干事李永贤亦都说，虽然香港并非是全球暖化影响变最严重的地区，但基层市民在酷热天气下首当其冲，不论是住在狭小的空间的劏房住，或者在外面工作的清洁工，皆面对着艰难的处境。他说，全委会由《愿你受赞颂通》入面出发，在每年的受造界时期举办培育活动和提高环保建议，鼓励教友摒弃社会独善其身的观念，学习成为大地的管家。他说，越来越多同居成立环保小组，团结教友去环保，去保护环境。参加电影放映的圣十字教堂环保推动成员林文乐就说，那个组由灵修和生活出发，在堂居发起念饭前饭后经，都鼓励教友珍惜天主的创造。食物来自大地，在制作过程中很多努力，很多人的努力，祈祷让我们爱主爱人爱天地爱大地，并且学习感恩。黑下学校教育亦都是注重环保福导，青年更注重精神层面，教上一代更积极，亦都保育为保育发声。天主教关爱的自然行动在9月初同全委会合办另一次放映会，那个运动发起人苏天士亦都说，青年重视经验，教会团体可以举办更多生态灵修活动，让他们感受下大自然的美好和宁静，反思信仰的创造。全委会在9月下旬会举办灵修营，让教友透过艺术灵修、文化体验和灵修交谈，探索在教会内推动生态环保工作。第二则报道今次讲，
开办愿你受赞颂课程，实践身体归依。位于非洲麦隆石上的天主教健康科学学校，为响应教宗方济各在愿你受赞颂通谕入面的呼吁和教导，开始一个愿你受赞颂课程，培育学生认识和实践身体归依。这间学校由方济大家庭的修女营运，他们在课程中建议加入携手同行走向天主创造的福音这个理念，深入教授愿你受赞颂的内容。这个课程由几名修女在2023年的3月倡议的，获正义和平同造化的完整委员会联合秘书金赛修女的支持之下开办课程，加是提高学生对愿你受赞颂通谕的认识和理解，并且为学生提供实践身体归依的体验。在维撒尼玉伊修女和两位方济各加布显会修士的带领之下，学生开始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和人类的行为对地球的影响重要议题。讲到身体归依的重要的时候，兼任该校妇产科主任的维撒尼玉伊修女亦都话：我哋嘅地球正系面临无数嘅生态挑战，我哋应该要保护环境嘅义务，同时透过教育同实践，启发年轻一代关爱地球，并且有可持续发展嘅努力。同一般嘅课程就唔同，愿你受赞颂嘅课程系户外进行，学生坐喺校园一棵大树嘅树荫下，安静地反思，静听风声，慢慢呼吸，细心考察下环绕自己的大自然和土壤，思考如果没有身边的一草一木，生活又变得怎样呢？以至大自然怎样去受到摧残。然后学生一同参观学校的菜园，收集农作物，透过这种课堂的形式让学生关注生态，亦都帮助他们和大地母亲建立联系。另外学校亦都安排学生来到邻近由方济大家庭修女管理的圣伊萨贝尔医院实习，让他们学生和待产的妇女和新的妈妈分享破坏环境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和这些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课程亦都会概述愿你受赞颂通谕的内容，着重倾听穷人和大地母亲的呐喊。老师都鼓励学生植树、堆肥、种花、节约能源、减少污染，实践可持续的生活模式。方济大家庭在喀麦隆除了营办健康科学学校之余，亦都营运了12间高中和4间医疗机构，收入亦都是从牧灵工作和提供社会服务，例如照顾老人家、难民、移民或者孤儿等等。教宗方济各在2015年发表愿你受赞颂通谕，副题是论爱惜我们共同家园，这个是他任内的第二个通谕。通谕的内容是涉及全球暖化、污染和生态失衡的问题，呼吁教友应该要承担照顾我们共同家园的责任，以确保地球适合人类居住。教宗方济各在8月21日在梵蒂冈接见欧洲委员会的成员国律师代表团的时候，亦都讲到他正在撰写着愿你受赞颂通谕的第二部分，关注当前的气候危机，强调众人要团结一致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亦都其后解释，这个是一封专门探讨近期气候危机的目函。今个星期的第三则报道，今次讲下明爱义问义卖乐缤纷推广天主教学校资讯。今日除了教区学校之余，还有修会和明爱学校三种天主教学校三合一聚集在这里，让大家接触和认识。香港明爱总裁严德龙神父在8月19日
的天主教九龙西联校及明爱学校暨明爱二六乐缤纷开幕典礼中致辞，同时鼓励众人一起参与在十一月举行的明爱慈善万物会，身体力行支持明爱的服务。随后他和香港明爱助理总裁麦冠达神父和一众嘉宾参观会场和参加摊位游戏。天主教九龙西联校和明爱学校暨明爱义卖乐缤纷一连两日在长沙湾天主教小学举行，十几间来自教区、修会、明爱等学校，加上明爱教育服务单位、天主教团体和坊间机构，合共设了四十个摊位，让参加者一起做善事、一起购物、玩摊位游戏、欣赏表演和了解学校资讯等等。虽然在活动首日一度要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但都没损到活动的炽热气氛。讲到揀学校，亦都会有家长问哪一间学校最好，校长通常都会答没一间不好。长沙湾天主教小学谢志美校长亦都说，只要学校和小朋友的特色配合，那间学校就是小朋友的绝配。他期望在活动当中，访客亦都藉住不同学校摊位的活动和介绍，认识学校特色，为小朋友选择最适合的学校。活动当日，长沙湾天主教的学师生除了设计有趣的摊位游戏之外，亦都向途人派发印有学校资料的文件夹。学校亦都着重环保、阅读和体艺。我在这三方面的介绍学校，吴敏康就这样讲。长沙湾天主教小学学生吴敏康和周雪心会在暑假之后升读中一。周雪心就说，在学校生活里面感到教师同学的关爱，所以在把握升中前最后一个暑假参加这次的活动，表达他对学校的爱。在这两天的活动当中，大会亦都邀请了不同团体来到表演，其中加洛萨圣玛丽书院的学生在开幕礼入面表演弦乐四重奏。校长王慧珍就说，学校是重视课外活动，希望学生在活动当中找到自己的强项，发展天主给予 的潜能，增强自信心。他希望在活动当中让访客知道学生在学业成绩之外亦都有积极发展个人才艺。加洛萨圣玛丽书院学生王永嘉和李心乐每年积极参与明爱的筹款活动，今次他和两个同学一起设计一个摊位游戏，期望设计出难易适中的游戏项目，让小朋友在玩乐之中得到成功感。另外，明爱事务协调经理坚岛的总部赵德辉就说，今次的活动是和九龙西的天主教学校，让校长、家长和学生能够认识天主教学校的办学理念和精神。另外，期望社区人士亦都可以认清明爱的学校是天主教的学校，了解明爱学校的教学理念，介绍给亲友识。今次的活动亦都是为香港明爱的教育服务筹募经费，期望为市民提供一个广泛的教育服务。当日，明爱中学、明爱学前教育和辅幼服务、明爱社区书院、明爱专上学院和明爱德树教育服务亦都摆设了摊档。明爱鲤鱼门幼儿学校的学生亦都在开幕典礼入边参加表演。明爱打鼓岭幼儿学校的校长黄傲谦就说，师生设计了手作的摊位活动，鼓励亲子合作。明爱学前教育和辅幼服务总主任梁志坚亦都补充，明爱幼儿教育是强调着培养小朋友的自主学习和创造力，希望藉着亲子的活动带出明爱的教育精神，即是陪伴学生成为充满爱心、主动学习和具备有领导才能的人。
今个星期的第圣则报道，今次讲天主教修女获穆斯林组织表扬宗教交通工作。加美亚是新加坡一个致力促进穆斯林福利和发展的非牟利穆斯林组织，早前向加洛萨仁爱女修会的萧修女颁发宗教交谈模范奖，以表扬她促进新加坡宗教之间的理解和合作所付出的能力。宗教交谈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教会福传使命的一部分。萧修女在7月29日的颁奖礼里面讲到，愿我们所有一人在天主的和平精神的引领之下，在日常生活中为宗教间的和平和解契物和平和与和谐默默努力。萧修女亦都是新加坡天主教总教区宗教交谈委员会的成员，是自1990年以来一直参加宗教交谈。新加坡已故的杨瑞元总主教在1995年任命他为新加坡跨宗教组织的教区代表，他在2003年成为第一位女主席。梵蒂冈亦都赞扬他在宗教交谈里面的方面的努力。圣教宗约望保禄二世在2001到2004年任命他为中座宗教交谈委员会的冠军。新加坡是一个多宗教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人口有近564万。新加坡的总教区有32个堂区，大约有36万个天主教徒。而今个星期的最后一则报道是关于圣奥慕殿圣心玛音乐会献唱祈祷同沐主恩。大埔慕殿圣心慕殿之心堂在8月13号举行圣奥慕殿圣心玛音乐会，让参加者透过歌舞赞美和奉献给天上的母亲圣母玛利亚。音乐会的副题是圣母领步、圣母访亲和圣母蒙召升天，凸显音乐会是奉献圣母的祈祷。音乐会总共有7个团体参加，包括堂区的歌咏团、英文团体、中小学代表和教友等等。音乐会由堂区主任司铎布珠摩神父带领众人祈祷揭开序幕。首先由堂区歌咏团以多种语言献唱圣母歌曲，令人联想到世界每个角落都以各自的语言和方式赞颂天主圣父。接着下来，教友团体亦都会献唱自创曲曲，然后是中小学手中队以摇动不同音阶的手中奏出动听的歌曲，仿如听到天主透过美妙的教堂钟声呼唤和邀请众人一起朝拜他。献奏之后，堂区最活力的主日学小朋友以歌剧形式呈现圣母领步时的情景。音乐感十足的十英文团体在音乐尾声献唱了3首圣母曲。一如既往，音乐会由亮达财神父带领牧职团献唱团体和各兄弟姊妹压轴献唱一首英文金曲 You Raise Me Up 作结，将现场的气氛推到顶峰。除了上述的报道之外，在今个星期亦都有新入职的天主教学校教师亦都有发展日。当日的活动是在8月16号在天主教普照中学的礼堂举行，亦都有800个来自幼稚园、小学和中学教师出席。大会亦都会首先播放后任枢机周主教录影的片段。周主教亦都劝勉新入职的老师不单止向学生传递知识，要效法耶稣，成为学生的心灵导师。
另外，跟住係教育事務代表進行歡迎詞，包括慈幼會梁神父向大家講到天主教嘅五大核心價值同實踐方法噶，亦都講到有老師都分享咗佢嘅心路歷程。另外，今個星期嘅眾女層次，今次講下，又係新教友培牧，係新教友嘅培育。今次嘅專題報導係由蔡慧文副主教今次撰寫。今個星期社論方面會講到世青節嘅影響力。喺八月頭，葡萄牙嘅里斯本舉行咗啱啱失憶第37屆普世青年節嘅熱潮，亦都越嚟越退卻。嚟自世界各地嘅朝聖者，包括埋香港。當大家翻到自己嘅地方之後，咧係要將佢哋復傳噶。另外，過去世青節嘅亞洲青年節，亦都係令到好多參加者咧係主動參與教會嘅事務嘅。另外，今次嘅社論亦都講到咧係與青年牧民方面嘅服務啊。尤其是其他領域，包括教育、禮儀、禮樂方面的服務。首爾總教區鄭純澤總主教深信，世青節國際盛會是能夠產生到巨大的影響，特別是韓國的青年。他去年亦都表達了希望下一屆的世青來到首爾。他在2022年亦都說，我們希望在2027年的普世青年節入面帶到去首爾，亦都係正係提供，亦都係提交方案。繼里斯本嘅世青節之後，邀請教宗嚟到參與下一屆嘅世青節，將為一個好機會，可以喺一個面臨人口老化同教育競爭嘅激烈國家，讓青年恢復參與教會事務。天主教香港教區同堂區嘅領導層，亦都可以從黃色嘅世青節同亞洲青年節代表入邊得到嘅經驗入邊受益，舉辦聚會，讓金色嘅參加者相聚，聆聽同分享佢哋嘅經驗，鼓勵同邀請佢哋成為教會領袖。另外，可以招募埋下一屆亞洲青年節同世青節嘅參加者，這個就表達住世青節嘅達至嘅成果，轉化參加者嘅思想、心靈同靈魂。讓普世教會同青年同當地人活起嚟，讓每個人亦都感受到天主嘅恩寵。主教公署公告今個星期係冇文章嘅。普世教會方面開發，亦都頭先就講咗咧，就係原理受讚頌通會啦，天主教修女嗰個家庭工作獲獎啦。今次咧會講另一則報導，關於聖母聖心愛子會創會175周年感恩祭。而呢個收會咧，係1849年嘅7月16日喺西班牙成立，創始人係由聖安道瑪利亞阿洛人主教同佢嘅同伴傳教士成為的，所以後來就叫做阿洛人會了。至今是一個70個國家3000名傳教士的傳教修會團體。而這個阿洛人會呢，在香港教區工作，現在在離島的回窩和長洲服務的。而劉炎生神父就在當日呢創立175周年的感恩祭入面呢，就邀請教友反思。感恩祭在澳門聖若瑟修院的聖堂舉行，由劉炎生神父主禮，多位神長共祭。另外，另一特別一則報導是關於一個回收海洋塑膠廢物製成的念珠，來自一個加拿大的溫哥華的朝聖者，在今年葡萄牙的世青入面呢，向參加者派發由海洋塑膠廢物造成的念珠。這個行動是得到一間總部在溫哥華叫做塑膠銀行的社企支持，
呢一间石器咧系有双重嘅愿景，系制止塑胶流入海洋，并将塑胶转化成珍贵资源，去解决贫穷问题。一共系制作咗1000条念珠，喺世青期间批发咗100条，反应得好热烈。呢、這个塑胶银行合作嘅社区伙伴亦都彼得尼奇克亦都话，希望透过环保回应教宗喺《原理受赞颂通入边嘅呼吁，去促请大家关心地球，着重结合信仰同结合环保啊！主一讲到啦，今个星期系会讲你们是说我是谁。今个星期副刊先睇下啦，灵修小品舍诸取义，梁伟才神父今次分享下，沿途有你7+1，有个样讲个样，大眼神父会讲下回应黄金5小时，神学生活今次会介绍邱建峰。青年人为什么不回来？人物专访方面啦，今次会分享一位教堂区嘅传道员袁淑卿，系与慕道者同行，大爱无疆，做好自己，吸引他人。各有神恩，今次会介绍圣云师会国际爱德网络，今年咧系庆祝佢哋跨越190周年啊！圣云师会。一個每年每個月咧都會有一個星期都會有個募捐，大家都要支持一下聖雲師妹。區區有聖堂繼續係講喺安多尼堂上面嘅上智資助小堂，講尼馬豆嘅中尼阿威，今次會介紹一位約翰使者嘅殉道紀念。一部清戒改名，唔爱读书，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今次系介绍一个公教真理学会嘅书籍，耶稣要的就是你，一个培养基督徒嘅10大福传特质。呢一本书咧喺今年4月先推出嘅啫，系由金神父写噶。呢一本书咧就暂时就。未有，唔知有冇得埋啦。呢、這個退公教進行寫睇睇，齊齊抄經，今次去到21啦噃。傳教足跡繼續係尼馬豆傳教之旅，明愛日班支援，提升教與學，公道自在，我的志願。這一代人今次聖伯多祿中學就今次出團，今次咧。圣伯多禄天主教小学、中学、中学，亦都今次合办一个特别嘅交流团，去到韩国天主教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目的咧系认识韩国嘅天主教发展历史同当地文化，培养学生重视生命价值，感受天主嘅临在。亦都學習傳教士嘅堅毅犧牲精神。今次活動亦都有幸邀請到本督堂助理主任司铎、韓國籍嘅盧賢吉神父擔任隨團神師。沿途有盧神父細心，亦都有深度嘅講解，令到學生獲益良多。喺4日嘅行程入邊，師生亦都一齊參觀咗韓國首都首爾多間嘅聖堂同多個聖人嘅殉道地。让学生深深体会到韩国早期传教士同信徒的宗教的热诚，同愿意因为信仰而牺牲的精神，为学生带来不少反思。最后一日，卢神父在当地的圣堂举行弥撒。卢神父讲到入面亦都讲，以回忆同希望作为主题，鼓励学生在今次朝圣入面将美好的回忆深深记在脑海入面，期望各位同学在信仰學習和成長的路上常存希望，透過今次的活動亦都成為一個又一個的伯多祿傳人。而這個
呢个活动咧，亦都系一堂四校添啊，去传扬百多禄嘅精神。嚟紧嘅世青咧，亦都会系咁啱喺唐国搞啊，咁啱可以下次参加世青团咧，可以顺便参观下呢啲天主教圣堂，了解下韩国当地天主教嘅历史。二笔啦，今个星期讲白发是老年人的尊荣，文物保护圣神降临。圣像画，岁月兴旺，领养回来的爱，爱是从家庭开始，圣读朝圣之旅，行信仰深度之信仰深度行之二。今个星期天主教报纸摘要去到呢度，紧贴天主教新闻，留意住宗教台10点，星期日6:30，L 咩频道，拜拜。